大家好，一凡，今天吃擀面皮，这个新疆炒米粉儿，这两个都是买的，不是自己做的。点的是中辣的，没有吃过他家的。比我上次那个好吃。点的是鸡肉的，我怕这一份不够吃，就买了份擀面皮。这个擀面皮给我的量很多，才7块钱，因为天天去他家买。够辣的，其实我以前不吃擀面皮，但是他家的擀面皮好吃。开了快8年了。味道挺好的，就是量有点少。它这个擀面皮是很有韧劲儿，口感比别的好。Thank you.
辣椒够辣的。他家这个辣度叫中辣，真是有点屈才了。爆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